这里处处看着眼熟，罢了，只能问问眼前这个人，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不是？坐下吧。啊，哎呀，你快坐下，我有话要问你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殿下最喜欢的百合膏啊。哦，我最喜欢吃百合膏啊。是啊，殿下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想看看你是不是最了解我的人。那我再考一考你啊，我最喜欢喝什么酒？荷花露。如果以后我问你一些问题你答对了，我就给你一些赏赐。那谢谢殿下。殿下可还有其他问题，何不一起问啊？你这丫头，这不都已经赏过你了吗？这么贪心。想必这阿兰惹平时也是不拘小节，而且对他的侍女们还不错，不然这个查查也不敢如此同我讲话。你随我到那边去看看。你怎么不走啊？殿下，天色不早了，你该沐浴了。哦，要洗澡了，那好吧，回房吧。其实让人伺候着洗澡也不错。查查，你这加了什么呀？蛇油啊。蛇油？殿下不是告诉查查了吗？沐浴用了这蛇油，清凉润肤，爽身祛湿，所以要求以后每次沐浴中都要添加。老天爷啊，纵使我有万般不对，你也不要这样折磨我呀，我最怕蛇了。就结束了，阿兰惹，你现在可好？以后你就睡在这上面，不用再睡到草地上了。虽然你长在蛇窝里，但却不是条蛇，你是比翼鸟族的公主，所以你必须得有名字。
既然你父母不愿意给你起，那我给你起可好？阿兰惹，这是你的名字。如果以后我说这三个字，就代表我在叫你，知道了吗？阿兰惹。我是沈夜，是你的表哥。你是阿兰惹，乡里阿兰惹。阿兰惹。阿兰惹，过几日表哥就要去闭关长修了，虽一拖再拖，可终究还是躲不过，我必须要履行一个神官长的责任。阿兰惹，等表哥走后，可能就无人照顾你了。你要是饿了，就吃四季果的果子；渴了，就喝解油泉的泉水，万不能再以蛇血为生，明白了吗？嗯。表哥一定会回来的，等我当上了神官长，我一定会来救你的。阿兰惹，我是你唯一的亲人，他们不要你，你还有我呢。表哥，等等。表哥，神宫的事情还忙吗？对了，你有没有见过阿兰惹呀？上次我跟菊诺姐姐在花园玩，她居然想跟我们一起玩。阿兰惹？嗯。她回来了。你什么都不知道吗？今日在大殿之上，父君有意将阿兰惹许配给西泽大人。你说什么？她要嫁给我师父？嗯。